西啊？门口发现五根烟花。烟花在哪儿？烟花在哪儿？烟花在这儿，烟花在这儿。来来来。空心人关押处观察日志。空心人习性记录：一、关押在这个被改造过的厂房的空心人越来越多。我发现，在全黑的时候，只要不发出过重的声音，空心人都会保持平静，并不会有攻击性。二、有亮光的时候，有人靠近，他们就会面向人的方向疯狂聚集攻击，并不会主动朝着没人的地方散开。三、害怕仙女棒，会被仙女棒逼退。四、感叹号，三个感叹号。之前在烟花厂打工的保安也变成了空心人。没想到他把厂子的万能的感应门禁挂在脖子上，只要靠近出口30米，出口就会自动打开。他差点就打开，把所有空心人放出去，还好我发现及时，并且用仙女棒把他们逼退，要不然就让他们闯出这个关押处了。现在我也没办法把门禁从他脖子上拿下来，一定要看好这个人，绝不能再让他靠近出口了。就是要找到那个有感应门禁的保安。他是有穿保安制服，对不对？嗯，脖子上挂了那个感应门禁。但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需要找到他，并且把他吸引到那个门禁处的30厘米之内的地方，这样咱们才能穿过去。嗯。右手边就是空心人，全是两旁全是，不是右手边，全是。咱们要偷偷悄悄悄悄咪咪的过去，就是我们不说话。大家先来分一下，然后一人一个，别出声就行。我觉得这个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先出来。先出来吧，你看一下，出去，感觉没事。现在是关灯状态。我们现在进去就是找那个保安。我先看一下怎么走。这个可以转是吧？哇，真的可以。对，我们先走一圈，走一圈。我们先看一下需要它最后到哪去。对，我们要找最终的门在哪。在这儿，刷卡去。当时看到那个就知道是一个要把那个有门禁卡的那个空心人那个保安去引到刷卡的地方，就每个笼子相当于一个棋子，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笼子的朝向，把他们做出一条通路，然后把他们引到那个地方，然后同时还要保证他们在刷完卡之后我们还能从那个口过去，不被他们抓到。我不敢过去啊。走。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很怪的。对对对，是吧？把这个转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去那边等他，我们到这边，去红色那边。歪哥，我们去红色那边，让他过来。你把红色那个门打开，让他到红色那儿去。那红色，把红色那个打开。这里吗？这里吗？哎，你把我关里面了，把我关里面了。哎，你怎么自己在转啊？哎，你在哪儿啊？他怎么自己出来了？救命！乱了，乱了，全乱了，这也太难了！笑死我了！